晚上木说到近期时下最夯的话，莫过于电影《玩命关头》。Let's go for a little ride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去看了呢？自2001年上映呢，至今也走过20个年头。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《玩命关头》不只是一部动作电影，更像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想念。电影搭配的音乐呢，随着剧情让人热血沸腾。每一集都集结了各个优秀的音乐人，打造史上最强电影原声带。那我们赶紧来听一下这系列的《玩命金曲》吧，唤起你热血回忆。喜欢我频道，欢迎订阅哦。作为红片20年系列电影的起始点，男主角冯迪索和保罗沃克呢，当年凭着这部片要升为好莱坞一线男星，全片毫无冷场的街头飙车画面呢，开启了好莱坞动作电影的全新篇章。主题曲《Good Life》呢，是由 R&B 歌手 Faith Evans 演唱，他独特声线搭配鼓组节奏，呈现极具速度感的歌曲。听到这首歌呢，就让我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保罗沃克。为了调查他们非法的街道赛车呢，成为一名卧底警察，再次意外中救了唐老大。这也是保罗沃克和唐老大初次相遇，建立友谊的开始。第一集成功呢，第二集再次找来更多音乐大咖参与歌曲。歌手 Ludacris 呢，除了演唱主题曲，也在片中担任太极这个角色。后来他的音乐呢，影响了全美的嘻哈风格。而这集呢，主要讲述布莱恩为了能洗刷放走唐老大的污点，再次成为警方卧底，潜入大毒枭的巢穴。这集呢，也是《玩命关头》系列中唯一一部唐老大没有出现电影。觉得是比较特别的支线，除了拍摄场景拉到东京外呢，前几集的主角们也没有在这部作品里。而这个主题曲呢，让当时演唱的 Teriyaki Boys 火红全球。那在当时呢，他们可是日本饶舌圈的黄金组合，同样都是 Hip Hop 风格的歌曲呢，他们的音乐让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算是《玩命关头》中经典的主题曲之一。而这集呢，是大家认识韩歌的第一集。在满是人群的涩谷街头赛车甩尾，是全系列经典的名场面。而让人印象深刻，还有就是七夫木聪的短暂现身。Go！第四集呢，被影迷视为《玩命关头》正宗续集，回到以唐老大为主的故事线。这集呢，也是吉塞尔盖尔加朵初次登场。那主题曲呢，则邀请当年正在迅速窜红的拉丁嘻哈歌手 People。相信大家对他的歌曲一定不陌生吧？有非常多的经典名曲。第五集的卡斯出现了巨石强森，要来捉拿唐老大等人。场景呢选择了巴西街景，主题曲呢更是充满了森巴热情的动感。相信影迷最爱的就是这一集啦，也是《玩命关头》系列里评价最高的一集。每个角色在这里呢都各自发挥擅长的才能，然后尤其是联手拖出巨型金库的画面，至今还让影迷印象深刻，堪称是系列最经典的一集。Ride or die, remember? 这首电影主题曲呢，也随着《玩命关头六》破纪录的票房而爆红。而说到这首歌曲最令人满意的地方呢，莫过于它的歌词：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忠诚永不改变。我们白手起家，不要忘记初衷。如果喜欢《玩命关头》系列的朋友们呢，这首肯定是经典之作。
说这首歌呢，就是用来纪念保罗沃克。第七集开拍后不久呢，就因驾驶跑车而撞树身亡，也让这部片呢成为他生前最后的作品。为了不影响整部电影的拍摄进度呢，找来了保罗沃克的亲弟弟代替演出。这首歌曲短短两周不到的时间呢 ，YouTube 点阅率就突破5000万的观看次数，并空降到美国告示排行第一名，挤下了当时 Bruno Mars 最火红的歌曲。说当时 Charlie Puth 只花了10分钟写出这首歌来缅怀保罗沃克，是玩命关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歌曲之一。片尾布莱恩呢开车追上要离去的唐老大，对着他说呢，你以为我会让你不告而别吗？看到这一幕呢，所有观众应该都会泪崩吧。 I used to say I live my life a quarter mile at a time, and I think that's why we were brothers, because you did too.Phase 2, pounds away. 虽然第八集少了主角保罗沃克，但唐老大家族老班底全员到齐，再来找来影后莎莉赛隆饰演全新大反派。歌曲由 R&B 女生 Kelani 与嘻哈新星 Jeezy 合唱的 Good Life 作为主打，跟第一集的歌曲名字刚好相同，但是是截然不同风格的歌曲。Good Life 这首歌呢，唱着积极面对人生，只要努力就可以迈向美好的未来。And what you might call a champagne problem.作为玩命关头首部外传电影呢，由巨石强森和杰森斯塔森联手抗敌。我觉得这集的看点呢，不再是飙车，而是两位光头主角间的幽默吐槽。No way, this guy's a real ass.虽然不是最紧张刺激的一集，但绝对是让观众感到最有喜感的一集。顺带一提呢，韩国女团 aespa 有翻唱这里面的插曲 Next Level。 aespa 演唱的版本呢，加入了新元素，改编了 rap 的部分。I'm on the next level, yeah, 我们也来一起欣赏一下原版吧。I'm on the next level, yeah, I know you heard it. 到了第九集，就是韩哥复活啦。虽然韩哥在片中是关键的角色，但我觉得他在这一集的篇幅有点少，而且第九集动作场面呢也有大幅的减少，着重在亲情的部分，讲述了唐老大与弟弟雅各的过去，还有韩哥为什么回归。顺带一提呢，片中小时候的唐老大就是由男主角冯迪索儿子饰演的，而主题曲呢 Fastlane 也邀请了3位人气歌手一起合唱。如果想要听玩命关头时的歌曲介绍，可以订阅我另外一个频道哦。后呢，哪一首歌一听就让你联想到《玩命关头》这部电影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这次《玩命关头》的系列歌单呢，也会放在下方。进电影院前可以回顾一下歌曲哦。喜欢我频道，欢迎订阅。这边下面说约，我们下次见。